对于 AE 初级用户来说，最好用的也是最常用的就是大量的 AE 模板，而今一个脚本就可以解决大多数 AE 用户的模板需求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影视后期系统教学，每天持续更新，福利和教学精彩不断，还没关注的小伙伴关注一波，每天增长新知识。正式这期内容前，请大家把安排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养成好习惯。在前面给大家分享过 AE 不少脚本，例如新出的 MG 动画和高科技数据信息图表图形元素脚本等等，还有一些早期分享的就需要安排更新。今天再带来一款非常实用非常棒的一套 AE 脚本，可以快速生成各种 MG 动画元素，超过1850种元素动画。此次版本更新能够支持最新2021版本，并且新增 MG 图形元素片头50个，支持 AE CC 2014.2 到2021 Win 和 Max 系统，一共超过1850种元素，所有元素的颜色、动态、大小、三维效果等都可以修改处理，主要包括 MG 图形元素片头50个， 2D 背景动画25个，基本元素动画101个，电脑元素动画42个，手机平板动画47个， 2D 运动预设179个， 3D 运动预设248个，文字动画预设354个，线条图形元素50个，粒子图形元素50个，爆炸图形元素50个，高科技转场动画16个，简单图形转场25个等等。我随便给大家挑选一个看一下效果以及使用方法，打开第一个50个模板，挑选一个效果，双击效果图标，就可以看到它已经自动制作出来了一个合成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效果，非常炫酷，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它的合成设置 4K 分辨率有没有，就这个分辨率可以满足你绝大多数的视频制作吧。在看的小伙伴应该没有专攻 8K 的工作人员吧，让我们双击点开合成，可以清晰的看出图层的分布，文字辅助图案背景，当然这些元素都可以在脚本内找到单独的，更方便我们的使用。如果到这里还有不会修改的小伙伴，我就将保姆式教学的精神贯彻到底，双击文字合成，进入到合成里，双击文字图层就可以进行修改。在右边有字符修改框，我们可以调节一下字体以及文字大小、行间距、字间距、上下位置等等。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的合成里，就可以看到文字也已经修改过来了。我们再修改一下下一个文字合成，就那么简单，超炫酷的效果就已经完成了，有没有感觉很实用？对于这款脚本，在淘宝上是需要15-20元。本次也带来了一键安装最新版本，对于安装就很简单了，双击主程序，程序安装，点击下一步，默认安装即可。记得允许脚本写入文件和访问网络，在菜单栏窗口下拓展里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脚本了。此次打包了旧版本和新版本，建议安装新版本。下载地址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1850。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